妈妈昨天还要跑一趟医院，因为她的脚真的好像蛮严重，不知道是医生后来说是有一点起水泡啊，就可能每天戴绒手，她走太多路。对，脚她脚本来就不好，就会有过敏那种，然后起水泡蛮严重。那个小朋友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？小乐知道了，小乐已经知道了。可是他还是没有，还是可能小时候小朋友对这种东西就是懵懂吧，还不知道说哦，好像妈妈，他那天就好像第一天他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都在哭，妈妈是不是死掉了？他可能不太懂死掉的意思，对啊，他的然后他想问一下说爸爸妈妈状况。一样蛮糟糕的，就是爸爸很难过了，爸爸在他昨天就有说他在就我们两个在房间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在睡前都会一直想到二姐，这样就会一直难过啊，一直哭啊，一个人的时候。大家都是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在睡前都一直在翻二姐的照片。那你有跟他问爸爸妈妈吗？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难过，二姐是不希望看到你们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跟我说二姐一定在看，他真的不希望你难过。妈妈现在，对啊，妈妈昨天还要跑一趟。医院，因为他的脚真的好像蛮严重，不知道是医生后来说是有一点起水泡啊，就可能每天戴绒手，他走太多路。对，脚本来就不好，就会有过敏那种，然后起水泡蛮严重，所以我有带他去皮，回家以后我带他去皮肤科，然后看医生，把脚包起来，要把水泡挤出来这样。那你是因为想念二姐的，都没有睡着啊？看你眼睛好像蛮肿的。对啊，很想，真的很想。就是我们还是要放下，然后我有带一些她的相片来，就是追忆要用相片，然后来扫描这样。那这几天有特别跟二姐说些什么吗？我就叫她放心啊。我都每天在里面跟他讲，我都叫他放心啊。姐姐这样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帮他做。小朋友都还好吗？小朋友懵懂啊，在现目前他，因为很多人陪他身边啊，所以目前他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讲真的，目前可能过一阵子一定会的，他就想他爸爸妈妈。那两个小朋友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。小乐知道了，小乐已经知道了。可是他还是没有，还是可能小时候小朋友对这种东西就是懵懂吧，他也不知道说哦，好像妈妈。他那天就好像第一天他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都在哭，妈妈是不是死掉了？他可能不太懂死掉的意思，对啊。然后大象那天他到这里来啊，然后说你跟妈妈就是鞠躬一下、啊，然后他还问你的女朋友，他说妈妈睡哪里啊？对啊，小象也是不舍啊。这种状况，好，谢谢。